我来创作了啊，创作。纪晓岚穿越到2020年，迷恋上了 rap 的创作，他最有可能写出以下哪首歌？周深，加油，加油。怎么加油？你打听啊，周深，站出来给点建议。我是你的哮天犬啊，我从小跟你一块长大的。来，周深，所以你觉得？你觉得是哪个？我觉得是 B 了，真的是 B 吗？嗯，都是和珅惹的祸啊。在旁边笑什么啊，梁迪？我哪儿在笑啊？都已经笑出了吭吭哧哧的声音了。我笑了，他选 B， 我笑了。索性就笑出来。没准人家对的，那有可能对，因为我也不确定。但是我，哎，你这可以了。我可以说两句吗？你说。真的曾经在有一个史料的书里面记载说，如果真的以纪晓岚真实的身份，他有可能都遇不到和珅。和珅的官职高的太多了。电视剧有写啊。电视剧就是电视剧啊，我大概有这么个印象。所以我是你，我可能不会选 B， 所以你选了 B， 我笑出了声，还算好人吧。大哥，我怎么办？你刚刚选啥？我是乱选的 C。你没有事实根据。你有事实根据吗？来，现在到了由天哥来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了。本王的性命由本王自个儿负责。B， 阮经天给出来的正确答案，他的最终选择是 B。那么 B 到底是不是最终答案？加油！三，加油！相信自己。二，我觉得对。一。